对，投球还没有接到就提早离垒，如果抓到的话，这一分可以省起来。对对对，就会多一个出局数。那三垒裁判判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球在左外野，哇，要失分了！刘富豪果然他打李牧辰打得非常的顺手啊！请假了，小破就是专打李牧辰啊！哇，刘富豪前面四次打夺闷啊，还有三次三振，就是看到李牧辰，他整个心花怒放啊！就是等林牧辰上来，等这一刻，小破好像等很久了。11-9，现在统一领先两分了。所以说刚刚会谈到说三振也没有关系啦。对，只要刘富豪来打的话，他信心满满。就只要不要双杀，刘富豪可以上来打他打就有机会了。哇，阿马西冷昏了，他变二三的哟。